好，小彤这一次也加入到那个我家那小子。哎呦，我一直以为小彤参加的是我家那小两口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甜呀？预热吧，可能。啊，前段时间我说娜姐，我跟你说，我恋爱了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就绝密哦，不要告诉别人。我说谁呀？是谁呀？我小声跟你说。 很绝密哦，过两天，哎，上电视了。